Three, let's go!早安，各位！今天是我要去喝糖水验血糖的日子，所以我昨天吃完晚餐之后就没有再吃东西了，因为他说要断食，就是不能吃东西12小时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是超过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出门去验血糖，然后我不知道中间可不可以离开，因为其实我们家离我产检的地方还蛮近的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在那边真的等到一个小时，还是我们可以中间回来休息。然后我也不确定等一下录不录得了，就是我等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拍，可不可以录影啦。所以如果可以录的话，我就会录给你们看，但如果不行的话，那我就等喝完糖水之后再来跟你们说我的感想。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讲说哦，这关很可怕，就是说什么喝糖水很恶啊，然后很多人还吐啊什么的。可是我是没有太紧张啦，该怎么说，我觉得反正总缩头一刀，伸头也是一刀，是这样讲吗？就我觉得躲不过嘛，也没什么好紧张的，反正就这样。然后看等一下感觉怎么样，我再跟你们讲。其实蛮好喝哎。我其实觉得颇好喝的，不难喝啊！他们怎么讲的那么可怕？很多人说喝完马上去吐，去吐。干杯。我刚刚喝完那一罐，是他说他后来他75g，好像是里面的糖是75g，不是那一罐是，对。然后我现在只能在这边等，不能离开。一个小时要抽一次血，然后两个小时要再抽一次，抽完才可以走。这中间也不能喝水，也不能吃东西，也不能吃口香糖，什么都不行。可我其实觉得真的没有那么难喝，真的很像芬达汽水，就是芬达汽水，只是没有气。但就是也没有那么甜啊，其实。我们刚测完那个血糖，然后现在我肚子饿爆。原本今天是要准备，我不知道会要两个小时这么久。原本是要带我妈去吃早午餐的，结果，现在弄到都已经中午了。然后我实在是不想要吃一点点，我想要吃就是咸的食物加热汤，所以我们现在来一家拉面店。我经过很多次，但我还没有吃过。它评价很好，所以先来吃吃看，好吃再告诉你们。我除了拉面，还要点炸鸡。我帮我妈点鲑鱼饭。我饿爆了，好胖啊！哇，好胖。这是鲑鱼饭，拉面看起来很棒耶。喝一口汤，好喝耶。它那个鲑鱼弄得很好吃，我妈说鲑鱼很好吃。我今天带我妈来吃 Phil's， 就是我很爱那家海鲜餐厅。然后你看，我们今天点海鲜汤，
超大一份。然后这是副的沙拉，然后这是 shrimp nachos。耶！我们来吃早午餐，这是我点的炒蛋，我妈点松饼加上培根跟蛋，然后我老公没有要等我的意思，他已经开始吃了，他点的是早餐 burrito， 来吃一口，吃一口，好吃吗？好了，可以开动了，耶！我超饿的。Hello， 各位，今天是美国的国庆日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准备去婆婆家烤肉，然后我其实有好几天没有见到她，应该有快一个多礼拜吧，快两个礼拜，因为她之前我们上次一起出去之后，她就病毒感染的支气管炎，然后她就人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其实很久没看到她，然后我也没有帮她准备到任何东西，就是她这一两个礼拜就处于失联的状态就对了，反正就是好好在休息啦。然后我们今天要过去，就是去烤肉。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好像有说有烤鸡汉堡吧，烤汉堡排之类，就我其实也不确定他到底今天会有什么，所以反正我们就过去看看。哦，对，然后这是我第二次过到美国的国庆日，去年是第一次，今年是第二次。然后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过过，是因为我每一年的国庆日都在上班，因为其实这种国庆日算是国定假日，然后我这种这么菜的空服员都拿不到 day off， 所以我一定 hold 不到，就我一定就是要上班。然后如果是standby 的话，一定也会被抓，因为通常大家都很爱在这时候请假，所以其实这是我第二次。可是也有点算是第一次，因为去年的国庆日有一点不顺利，反正故事有点长。反正去年就是国庆日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过到，烟火也没有看到，然后也没有真的干什么。反正就今年应该可以说是我人生第一次过到美国的国庆日，是也没有什么好特别值得纪念，但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之前没有过到过美国的国庆日，今年是第一次。Oh, I love that cheese. 我现在来吃这个。你们看，这里面感觉是 cheese， 是吧？应该是。它里面好像有玉米，还有什么？有盘子吗？有啊，我有一个。可以再一半吗？这样有点多。你一起好。好。Show time。You look so proud. Like a baby. This is my baby.Okay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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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这是什么？那个大蘑菇，我要那个很好。对啊。How long have you been? 你们看甜点，好可爱哦。你看我老公做的汉堡。Smash it.
Finally. We just hollow out the burger and put crab dip inside of it. 这是我跟我妈昨天去我很爱的那一家面，算是咖啡店啦，就是 Alta 那一家，然后我们买的一个 cream puff， 它里面是有 hazelnut 跟 blueberry， 然后我妈刚刚已经把它切开了，它切开，因为好，我本来不期不待，我不知道里面会这么美，所以我刚刚切开之前没有拍切开前的样子，那你看切开之后这个切面也太漂亮了吧，现在来吃吃看好不好吃，再给你们看一次。真的很美，这是艺术品等级了。我妈刚说好吃，我还没吃。你看，哎，这很好喝哎。它配上了鲜奶，而且它里面那个很像金沙巧克力。对，有点像。就是榛果，榛果啦，黑松奶就是榛果，中文我昨天想不起来中文叫什么。而且榛果配。泡芙里面那种 custard 再配蓝莓，意外很配耶，哎，这好好吃哦！来，你们再看一次，要看几次？可是很好吃哎，先生，你要开会吗？OK， 你要不要吃一口？这好好吃哦，很好吃，你要不要吃一口？甜点，This is from yesterday. This is so good. This is cream puff from Alta. Blueberry hazelnut. You have to take a bite. It's so good. 不是，请发表感言。你别用记，就这样三个字，好烂。我们家最近因为外面天气热，蚂蚁就会一直跑进来，怎么擦都没有用的那种，烦。我很推你们，如果来我们家这边去 Alta， 可能它每一天的那个菜单不太一样，所以不一定会有这个，那你们就碰碰运气。如果你们有看到 cream puff， 记得点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带我妈来吃我很喜欢的那家意大利餐厅，因为她如果明天有顺利上飞机的话，今天就会是。他在美国的这次的最后一餐，所以我想要带他来吃这家我很喜欢的餐厅。然后我们现在等婆婆跟公公到。面包来了。啊，什么歌？这是我妈点的牛肉的意大利面，然后这是我的 carbonara。公公点 eggplant parmesan，然后婆婆点一整个 eggplant。eggplant。然后老公呢？老公减肥，减肥。我们现在忍不住开了这个来吃，这个椰子，然后。我们觉得超级无敌好吃，而且它有一种奶味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有一种椰奶，你有吃到奶吗？还是没有？哦，有。对，就是它有一种 coconut milk 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，就它不是纯粹只是椰子。然后我老公刚刚有看他那个背后的标示，它看起来是没有多加糖的。所以它并不是说很甜或是很不健康那种加很多糖的，他现在非常开心，而且因为他一整天不停的在厨房晃来晃去，他一直想要开我的其他的东西来吃，我说不行，我说今天晚上要录影，你不能先开，因为椰子先开，所以它有很多包，所以我就算他现在吃一包，我等一下也还是有一包可以放在那边，但其他有些只有一包，开了就不好看。那真的很好吃哎、欸。Yeah, I love that one. So good. 而且它没有，它不甜，然后又是，就我本来就爱吃椰子味、椰子口味的东西，跟椰子本身，我也很爱喝椰子汁，它真的超好吃的。我刚刚跟婆婆我们一起看 YouTube， 然后看到那个 Apple Fritters 的影片，
然后我们就突然想要做 apple fritters， 可是因为婆婆家里没有苹果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用 apricot 来做，就是 apricot fritters。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需要的材料。好，我跟大家讲一下需要的材料。首先你要有sparkling cider， 然后再来还有 nutmeg， 然后这是磨这个，好可爱，你看好小哦。然后再来还有 ground ginger， 这是奶油、蛋，然后 apricot 是我们今天要用的水果 ，baking powder， ground cinnamon， sugar， this is flour and salt， 好吗？然后婆婆现在这边要先开始热油，因为你就是要用炸的嘛，所以油是要到350度。华氏度，所以他现在要开始先热油，等一下才可以直接开始炸，这叫做有效率。Funny， 婆婆刚刚把一颗蛋打进去了，然后你要把干的跟湿的分开来，所以一个碗会用干的，一个碗会用湿的。A tablespoon of melted butter。然后 one tablespoon 的融化的奶油，那个奶油是婆婆昨天自己做的，厉害吧？她连奶油都自己做。I just told them you made that butter. Yes. Yesterday. Oh, and she made that ball too. Just so you know. 四分之一杯的糖。确定糖都已经有完全溶解进去了，会比较好。然后把奶油加进去，然后再来就把你要放进去的水果切一切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 apricot 切一切，切成块状，小小块状。Making apricot fritters， 然后把刚刚切好的那个水果放进去。Yep. 现在来准备干的部分。1¼ cup， 一又四分之一杯的面粉，一匙半 teaspoon 的 baking soda。半 teaspoon 的盐 ，half a teaspoon of cinnamon， 然后再半 teaspoon 的 cinnamon， 肉桂。I'm gonna add a little pinch more because I like cinnamon。婆婆现在要多加一点点，因为她喜欢 cinnamon。Ginger， ¼ of a teaspoon of ginger， 四分之一。teaspoon 的，就是粉状的姜。Eighth of a teaspoon of ground nutmeg。八分之一 teaspoon 的 nutmeg。nutmeg 的中文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肉豆蔻，豆蔻。所以八分之一 teaspoon 的豆蔻粉。嗯 ，smells so good。Whisk all this together， 然后就把它全部拌一拌，然后把湿的材料跟干的材料放在一起。Okay, stir。然后现在再来加那个 sparkling cider。所以是加半杯的 cider。
后就好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去炸了。你们不觉得油炸东西的声音很好听吗？ I love the fizzy sound of fried food. Sounds so good. 然后我们刚刚看的食谱，它是说一面煎两分钟就可以了，所以这面煎两分钟之后翻过来，另外一面再煎两分钟就好了。给他看刚刚第二批炸的，因为刚刚第一次炸的时候油的温度有点太高了，所以它炸起来会比较黑一点。然后我们现在第二次炸的时候，它温度就是350度刚刚好，所以它颜色会比较漂亮。然后婆婆现在要来做你会淋在上面的那个酱，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 powder sugar， 然后再加一些 sparkling cider， 然后就把它拌一拌。婆婆还会挤一些柠檬进去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我试吃给大家看，因为我们刚才吃饱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很饿，吃个小小块的就好。哦 ，so good！ 我真的觉得现炸出来的什么东西都很好吃。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成品。Hello， 各位，我现在在机场等我老公，因为他昨天晚上出发去参加一个，他去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。然后，这个亲戚小时候，他的小时候，我老公小时候跟他非常的好，就是他们很亲近。虽然说长大之后可能比较少联络，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老一点的长辈，但他们其实小时候很亲，所以他想了想之后还是决定要去。所以他昨天晚上飞下去，然后住一个晚上，今天参加完丧礼之后回来，所以我现在在机场等他，因为我要接他回家。然后昨天是我第一次。也不是第一次，就是搬到这边来之后，搬到加州之后，第一次没有他自己睡觉在这个家，新的家。然后我觉得很妙的就是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竟然昨天晚上睡不好，就我就一直非常非常的 paranoid，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这样，就是我之前在像我之前在芝加哥的时候，刚搬家就到一个新的家的时候，我通常都要一段时间才有办法敢自己睡觉，要不然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都会。疯狂的，就是会一直胡思乱想。然后我昨天，然后哦，还有一点是我一定要开灯睡觉，就是我会很害怕这样。所以我昨天晚上灯全开的睡觉，然后还是睡不好。然后我昨天就会一直在睡觉的时候会摸着肚子，因为Cooley会动，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摸着他，我会自己比较安心一点，就我会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人，然后我还有Cooley陪我。可是虽然是这样，我还是就是睡得非常不好，所以我现在超级无敌爆累。然后我都觉得很好笑，我有时候常常嘴巴上讲说，哦，好希望我老公出去玩哦，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朋友，然后他现在又 work from home，
work from home， 所以他其实真的几乎没有出门，然后更不用讲说什么，他就没什么朋友，所以他也不太会跟朋友出去。然后我都会觉得说，好希望他出去一下，就是我可以享受一些 me time， 就是我不用他每天整天都在家这样。可是我说嘴巴上这样讲，但他真的出去的时候，我又觉得哦天哪，好想他，他不在好奇怪，家里好安静。反正我就觉得人真的是个，应该说不要说人啊，我真的是一个矛盾的生物。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，真的就非常的累，因为我几乎真的就是。几乎是没有睡，有睡了，但就是浅眠这样。我只要听到一点点声音，我就马上醒过来。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把家里打扫一下，吸地啊什么的。然后后来我就去找我婆婆，然后一起去做甜点，然后我们来吃饭。然后我现在就要来接她，所以我很开心她回来了。先生，hey. We miss you. How are you?、Hi.